啊，你这个你有多买吗？啊？这个你有多买吗？那个。就买一个，反正买多少钱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把妈妈车上有一个。嗯。说你不用念的，启动录影。好，开始。3.8公里之后，如果我们从右边下去，再走250公尺，就是开会的场所。可是如果说我们往前，我们往前再走150公尺左右。好，再转弯处，好，再转弯处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三叉路口。那么右手边这条路呢，往前走300-400公尺，好，这个路的下方。就路的下方就是我们的土地，是276-4，那走到竹林的终点，就是别人的土地。那左手边这边有一间豪宅，那这个豪宅呢，2.5分，当初买的时候是450万，现在是住着一个将军。OK， 好，我们先往前走，在这边吧。好，在那个将军的房子前面，巴库，就是倒车了。